remove 咗我之後，我走咗之後就山頭主呢個問題咪解決咗咯。係我三十幾年咧，係最難過個禮拜。我相信呢個問題嗰陣時候咧，隨住一啲時間啊，啲好多嘢會清晰噶。馮康既係新界東聯網總監，又係威遠行政總監，掌控大量資源，一直都被人話係山頭主義、獨斷獨行。上星期五，佢終於退下火線，正式退休。其實整個醫務行政工作做咗24年啦，咁做咗24年咧，就覺得即係你喺呢個架構度咧，你係即係做到一啲嘢，唔係由一兩個人咧係可以就去擺佈或者係主導到嗰個資源點樣走法嘅。余卓文被封刀事件可能是他任内最大的考验。我讲过所有有一黐住余卓文的三个字我就不 comment 噶啦。我相信呢个问题嗰阵时候咧，随住一啲时间啊咁样咧，即系会啲好多嘢会清晰噶。2003年沙士威远大爆发，他都曾经中招，但要数任内最遗憾的，他话是小林事件。2007年患上血癌的小林在接受化疗期间。被打錯針，小林在深切治療那個禮拜咧，係我三十幾年咧係最難過個禮拜。自己以為有足夠保障的制度嚟講咧，或者係啲指引嚟講咧，係有漏洞啦，唔足夠啦。終於退下火線，佢話要將一切放低。放低嘅意思就係咁樣樣，即係你一杯水一定要空，先至能夠裝到。即係新嘅水入去噶嘛？新鮮嘢咯，有得玩咯，好爆嘅嘢咯，一周汗咯，我一定會帶到一周汗，同埋開一周汗嘅。